留一下。你撞到了，要留一下，不然到时候说我怎么样？撞到了，没有怎么样，我会怎么样？留一下，留一下，哎，大哥。先留一下通话。要留什么？有没有怎么样吗？啊，留一下通话。通什么话啦？啊，这样子之后比较好那个啊。如果你啊，你之后如果说我怎么样的话，说我逃，说我逃走什么的、啊。没有说逃走、啊。先留一下，先留一下。留什么啦？电话。我干嘛留电话？啊，那不然就报警嘛。啊。不然就报警嘛。那、啊、你要怎么样报警？要干嘛？啊，对。啊，所以我说先留一下交。先留一下交流方式啊，到时候如果你车子怎么样，然后不要怪到我身上啊。不会的，我怪你干嘛？我只是跟你讲过，那 你喇叭说你怎么没有要走？你停在那边干嘛？行人，啊，没有行人啊，已经走光了。哪里没有行人？哪里没有行人？那行人那边都已经走完了啊。我有监视，我有记录器。啊，记录器又怎么样啊？啊，那你就撞到我嘛，啊，所以我就先留个方式嘛。啊，撞到你，你啊，留一下方式而已嘛，就先留一下方式嘛。那、啊、就留一下啊！啊，你真的是找麻烦的、欸，谁找麻烦谁找麻烦、啊。没事就是找麻烦的、欸，谁没事找麻烦？那不然就报警嘛！你给我拍车，来给我拍。这样我是没有走。好，这样子我们都没有走，好，这样没有走嘛哈？对，我就说留一下而已。好吧，我有没有走？好，没有，我们拍照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拍了。好吧，那这样就好了。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就说，啊，我就说留一下方式而已嘛。啊，行人通过的时候你不礼让，然后这样直接撞摩托车，就已经礼让了啊。啊，礼让了没有人你就要走嘛。啊，你停在那边干嘛？哪里没有人？哪里没有人？啊，没有人你就可以撞吗？我没有撞你啊，我要走啊，你不走啊？啊，你就我就跟你说留一下方式而已，那你想那么多？啊，留一下方式而已啊。啊，我就拍了嘛。谁找麻烦啊？